啊，这个饭好咸啊！这个叫什么鸡肉烂饭？就在昆明，那么咸的吗？我怎么下饭呢？早知道我再点一碗那个白米饭了。天哪，这个饭没法下饭吃，没法下菜呀。点了几个菜，因为今天没有吃饭呢，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点小点心。好咸，那还有辣椒，但我不吃辣椒啊。就是炒牛肉，小炒牛肉，还有一盘黄瓜，还有一盘这个叫水性杨花，就是叫海菜炒芋头，这个超级好吃。这是我在云南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菜，超级好吃。什么？看上去说什么？像65岁，哎，我感觉我阳了之后我变憔悴很多，哎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变丑了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变丑了？他说我像65岁，我真的像65岁吗？是的，完了，我刚刚还没痊愈呢。就还是有点这个鼻涕，再拿点纸巾，还是有点小鼻涕。我现在就准备的这个纸巾，这个纸巾的话，它就是比较温和，然后比较很软的那种，不会伤害鼻子，不然我鼻子两边的皮儿都脱了。不像65，像45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开着空调，他说我这个设备。发热很严重，等我一下。因为把空调关了的，我不是感冒了吗？空调关了的，我都瘦了。我没有开，我把美颜是关了的。我跟你说，所以看着看着有点吓人。我，你再这样，我要把美颜开大点了。你再这个样子，我要开美颜了吗？把美白这些一拉，我跟你说，像美得很。哎，但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有点丑哈。算了算了，挺好看的呀，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多少斤？我现在瘦了。我阳了之后，我瘦了38.6公斤，等于多少？38.6公斤等于多少斤？白了一点，我拉白了一点点。我们开点滤镜啥的也行。就现在还会有一点，因为最近我看那个新闻也是啊，就是很多地区出现了，就是又阳了，就是又有新的一轮那个病毒。我感觉我就中招了，我感觉是被我爸传染的。我应该就是阳了，我阳了大概1周左右吧。现在我做完胃肠镜。来大姨妈了，然后正好可能免疫力很低，就是抵抗力弱，然后就感染上了。感觉最开始的症状是喉咙很干很痒，就是很干，然后有点痛，有点像那种咽喉炎最开始的那种感觉。慢慢的第二天开始就特别疼，吞口水特别疼，就是然后第三天就嗓子吞刀片，然后水泥鼻，就是鼻子。就完全不通气儿了，就跟那个之前那个啥一样的，跟之前羊一样的。第三天就最严重，第三四天最严重，发烧、头晕，就是昏昏沉沉的，没有食欲，然后鼻子完全塞住，没办法一点呼吸。我买了好多通鼻子的，还有那种鼻贴，就是怎么贴呢？把这里这样贴起来，它就把我这里的肉给拉起来。然后呢，让我的鼻子通道打大一点，那样我才睡着的，不然我那天晚上都没法睡觉，就鼻塞的 没法睡觉。然后现在就是还有一点嗓子痒，咳咳的，然后里面感觉还有点炎症，就是那个
有一点点小鼻音，虽然现在没有鼻涕，没有那种清鼻涕了，但是那个浓鼻涕也没有，但是他感觉在那个里面那个鼻壁上、咽喉上那里粘着的，醒也醒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。